擒拿格斗，不是街头痞子打架。钟离，你想什么？再来。是。没事吧？加油！加油！我是逗你玩的，你可不能老这样啊！敌人也会来这套把你给骗过来，到时候一枪把你给毙了。要是再这样的话，任务里面可不能留情。可是，我怎么对你下狠手？你毕竟是个女孩子嘛。钟离。我说错什么了吗？不是的，我只是想到了一个从来都不会怜香惜玉的人。小伙子怎么样？动心了吧？你说什么呢？我看你刚才的表情啊，准是动心了。才不是呢，我刚才是想起了我的仇人榜第一名。你怎么老是想他？你以为是我愿意啊？我明明把他给忘了，可是他总是出现在我的梦里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孽缘呀孽缘啊，我有种感觉，我觉得你还会见到他的。我一定会见到他，只不过下次再让我见到他的时候，我一定会砰一枪毙了他。是，请校长放心。是。看来事情很顺利。是啊，军火的事情终于告一段落，而我们和孙传芳的梁子也算结下了。他们本来想显显本事，在英国人面前压倒校长，这次却吃了哑巴亏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哼，校长的手段更胜一筹，英国人也不傻。看得出校长比孙传芳更值得投资，没了孙传芳，英国人就会支持校长，校长夺取天下也就指日可待了。那坏事变成好事了。找我有什么事？上个月的成绩下来了。哦，第一名是谁？第一名是罗逸飞，各项成绩都非常好，人很聪明，是难得的人才，和冯格搭档任务完成得很漂亮。钟离两级分化，各项能力都不错，枪法也不错。测谎课实在不行，连小孩子都骗不过。情侣盯梢课，装情侣也不像。安排任务，除掉他。他立过功。但是他胆子大，不服从指挥，干我们这行这是大忌。咱们不能用他，他到了别人手里更是一颗炸弹。胆子大有可能出奇制胜。我知道他是个难得的人才。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冷静，一丝不苟地执行任务，而不是冲锋陷阵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那您打算什么时候？我会选择一个合适的机会，要物尽其用。这件事不能透露给任何人，更不能让钟离有所察觉。明白吗？是。其他人呢？还有一个是谭瑞麟，胆子小，各科成绩都很差，尤其是体能和地理。上一次要不是柴英，他掩护的赵龙就没命了。你的意思是担心他坚持不下来？我怕他拖别人后腿。团队作战，他们要善于利用自己的长处掩盖自己的弱处，这也是他们训练的一部分。你别看谭瑞麟这孩子表面上看起来弱不禁风，实际上他一定会有别的用处。如果用好了，他的弱不禁风就是把力气。哦对了，上次火车站总结里
那个咳嗽的学员是谁？是王二妮，我已经调查过了，她说她着凉了，但是我觉得没那么简单。密切关注。是。把谭瑞麟给我叫来，我要跟他谈一谈。他在训练。快去。是。谭瑞麟，到主任办公室去一趟。快，快去。进来。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回来。吃甜食会让人感到快乐。我刚入这一行的时候很怕，非常怕。当我杀死第一个人的时候，我连续做了好几天的噩梦。后来我就去买榴莲酥，一直吃，一直在吃，吃着吃着就高兴起来了，就不害怕了。你尝尝。每当我害怕的时候，我就去想榴莲酥，拼命的去想，那种甜甜的味道就在嘴里回忆起来了，我就不害怕了。你下次执行任务的时候，不妨也试试。主任，您不是要开除我？谁说要开除你？特训班就没有开除的制度。现在才刚刚开始，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。之后治。好，今后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来找我。去吧。
孙教官，这是我收上来的私房课的心得，给您。辛苦了。孙教官，我记得您喜欢吃榴莲酥，带了给您。哪儿来的？谭瑞林给我们的，但是我吃了怕胖，还是给您吃吧。那我就笑纳了。谭瑞林哪儿来的？你们还没放假呢，别是跟哪个男同学谈上恋爱了吧？不会的，这可是严格禁止的。如果有的话，你可不能瞒着我。孙教官，您放心，如果有的话，我第一个就来向您报告。好，好好努力吧，甜甜。谢谢孙教官。忙着呢。哼，在你这儿永远都不忙。我听说第一期的成绩下来了，怎么样？哦，成绩都还不错嘛，就是这个谭瑞林差了点。嗨，他也有他的长处。又买榴莲酥了？啊。哦，刚才让别人拿走了。给谁了？总务处的人，说喜欢吃就给他们了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忘了你爱吃榴莲酥，把你给忘了，下次给你买啊。不稀罕，忙吧。小心眼儿。我下去了。哦。等我们有了钱，好好天天吃这个，好不好？谭怎么还没回来啊？吃什么好吃的呢？有我的吗？孙教官，不用紧张，我又不是何教官。怎么，就你们两个在啊？谭瑞林他洗澡去了。哦，洗澡去了。孙教官，您尝尝。咖啡，好香啊。谭瑞林煮的，他别的什么都不行，唯独煮咖啡、洗衣服拿手。而且我觉得他跟您可像了。我哪像啊？都很有女人味儿。别胡说了，谭瑞玲有孙教官味儿啊。你可不知道，谭瑞玲，你别看他现在这样，其实他是那种越看越耐看越有味道的人。而且他平常娇滴滴的样子，你都不知道男班的学员看到他眼睛都直了。我可提醒你们啊，学员之间可不许谈恋爱。嗯。孙教官。哦，洗澡回来了。嗯。吃榴莲酥了吗？可好吃了。哦，谁买的？主任买的。主任怎么想起买榴莲酥了？主任对他可好了，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，我们都以为是要开除他，或者是把他给骂一顿，没想到高主任亲自给他买榴莲酥去了。嗯，主任对学员一向都是这样。罗逸飞，你跟我出来一下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嗯，好，你们俩待着吧，啊。我觉得孙教官好像不太喜欢我，他对所有人都很好的。
你不懂，这是女人的一种直觉。什么直不直觉的？我看你啊，根本就是太操心了。嗯。这一期的成绩单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？怎么样啊？对自己应该有信心，你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。虽然你是第一，但是你们第二组的成绩由于谭瑞玲却是最后一名。我是个爱财的人，让你去你不该去的地方，我实在心有不忍。孙教官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我跟钟离不能就这么被他拖了后腿啊。我实在，谭瑞玲，你说的话我明白，你说的没错，谭瑞玲最不该做的就是来当特工，她应该嫁个好男人。是啊。哎呀，没办法，照这种情况下去，你们的成绩想往前提不大可能。按说我是不应该说这些的，不过我想你们自己也应该心里有数。孙教官，您帮帮我们吧，我和钟离不该落到今天这样的下场啊。帮？怎么帮啊？这种事呢，除非他自己出了什么状况，要不然你们就只有认命了，谁也帮不了你。这架机枪是德国最新型的重型机枪，是目前装备中最有杀伤力的，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会使用这种武器。何教官。孙教官，过来。这两天好像有大雨，把野外拉电计划提上来。不是下礼拜吗？就是要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，去安排吧。是野外拉练，这次以小组成绩为准，各小组三人配合作战训练，在没有指北针的前提下辨别丛林方向，在指定时间内到集结地集合，各小组必须三人同时到达才为及格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准备出发。是。快。走，怎么是悬崖了？这条路很
看来他们已经跑到我们前面了，就怪这个谭老拖后腿。我们先要辨别方向才能前行。这边的树叶很茂盛，这边应该是南边，一会儿到这儿集合，我们现在分头探路。好，走。是呢，除非他自己出了什么状况，要不然你们就只有认命了，谁也帮不了你们。飞，救我！何一飞，谭瑞玲，我希望我们三个成为最好的朋友。该怎么谢你？如果换作是我，我也许不会那么做。你什么意思？像我这样的同伴，我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。我是希望你今后做得好点，不要让我后悔我救过你。主任，啊，别看了，到宿舍里去看吧。看什么？
听说昨天拉练谭瑞玲差点就坠崖了。哎呀，这点小事你去问问一下就行了。说实在的，我真不愿意去他们宿舍，看着他们那么朝气蓬勃，我好嫉妒。哎呀，嫉妒他们干什么呀？女人呢，也只有到了你这个年纪才是最有味道的。胡说，谁不喜欢年轻的？年轻有什么用啊？什么也不懂。那倒是。晚上等你。我们的分数吧，我跟你说啊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是啊，到哪座山前才有路啊？说不定到那个时候又有了转机，我们又拿了第一呢。又或者到了毕业的时候，说不定又有什么新的规章制度和新的规矩政策呢。你想想啊，现在是什么世道啊？军阀混战，外面那么多洋鬼子都需要盯梢。还有啊，党内现在各派还在勾心斗角，他们用人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舍得把我们送到海岛去啊？你想的倒是挺美的。本来就是嘛，再说我们都那么好，我们要为国家效力，为革命效力，老天爷不会看着我们倒霉不管的。我动过那个心思啊，昨天训练中我动过心不救他。没想到吧，你面前的这个人竟然这么狠毒，就是为了自己的将来竟然动念头要别人的性命。不是的，你是个好人，但愿我不会后悔这么做。你不会后悔，相信我。哎呦，老高啊。老钱啊，你总算回来了啊。我早就跟上面说，这个主任啊你来当，我来做副的。哎，我忙了大半辈子了，也该躲躲清闲。哎，党内事情太多，实在是离不开。不过特训班由你这个主任把关，绝对出不了岔子。哎，听说要成立特别行动队了，主任一职非你莫属啊。这怎么可能啊，这个主任一定还是你呀。哎，你的资历比我老啊。哎，资历算什么，谁不知道你老高的行动能力那是这个。前两天跟校长办军火，这么大的事情谁能跟你比呀？哎，你当这个主任那是实至名归啊。勉力为之。哎，老钱啊，这回你得帮帮忙。这样，我看啊，一组二组我来带，三组四组可就归你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呀。啊，我先告辞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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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坐了啊。啊，
刚刚得到线报，直系的潘石君跟英国人私下签了一份秘密协议，初步得知这份协议很可能与江州有关，一旦实施甚至会影响国民革命的进程，我们务必拿到这份协议书。协议一式两份，一份英国人自己保管，一份目前在潘石君机要秘书李大山手里。你们手上的资料是这次任务的对象李大山，35岁，潘石君的秘书，从德国留学归来，跟随潘石君已经7年，任他的机要秘书4年0.9个月，深得潘石君的信任。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从他身上下手，把情报偷回来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这个人生活极为规律，没有不良嗜好，工作很认真，为人非常严谨，每天8点准时上班，下午5点下班。李大山生活简朴节约，每个月的薪饷都有结余，从来没有做过功高盖主、月下犯上之事，十分安于现状。李大山的资料说明了什么？罗逸飞，说明李大山为人没有漏洞，金钱、权力都不为所动，也没有不良嗜好，难以控制。李大山第一任妻子12年前病逝，现任妻子成亲10年没有子女，这说明了什么？钟离，说明李大山和太太的感情不好，只有夫妻感情不好才能有缺口。错，李大山结婚10年，夫妻感情非常好，没有子女的婚姻能维持10年，而且李大山没有外室，说明他们之间感情深厚，难以攻克。罗逸飞，到。每周四李大山的太太都会回娘家，下班以后5点20分他会到咖啡馆去坐40分钟，坐固定的位置看一份新出的香港文汇报，6点整回家。你要在这段时间里和李大山在咖啡馆偶遇，迅速地建立你们的关系。是。先生，这儿有人坐吗？坐吧。谢谢。江州啊，过来旅游的？过来找人。哦，哎，要找的人住哪儿啊？他在大地路那边住，可是我怎么找也没有找到。你让人骗了啊。哎，小贩儿看你是外地来的，拿旧版地图卖给了你。大地路在这儿，以前叫莫愁路啊，你看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啊。对，谢谢你啊，先生。谢谢。没事吧？啊！哎呦！不好意思啊，小心点。你没事吧？谢谢啊。啊。先生，您的钱包掉了，给您。
谢谢，姑娘，我家就住前面，进去避避雨吧。啊，不用了，我马上就能找到了。这雨一时半刻也停不了，走吧。 你的本事还是没有学到家呀，你想用这点伎俩就把我给骗了？你还是嫩了点儿，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？姜还是老的辣。哼，你看啊，你跟我说你是一个人第一次来江州。 你拿了这么个小箱子，谁相信呢？不要忘了，你是个女人，哪个漂亮的姑娘出门不是大包小包的？你就拿这么一个小箱子，哼，还有，2年以前的旧版地图，上哪儿还能买得到？不过你还可以啊，你能搞到。 就凭这个，你更加引起了我对你的怀疑。姑娘长得倒是挺漂亮，就是做事不缜密。你要记住，从事你们这项工作的人，要用这儿去办事，知道吗？嗯。对了，还有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。 你是想让我把这个喝下去，然后你可以为所欲为的拍照，把我的文件从我的包里拿走做要挟，对不对？那个咖啡厅每个星期都去10个人左右，为什么今天去了13个人？嗯，你还是个外乡人，坐在了我的身边，这是一个巧合。 很大的巧合，另外再来的路上，我碰到的那个人，你不觉得更是一个巧合吗？嗯，好啊。你不要怕，你放心，我这个人对女人不感兴趣。既然你今天来到我这儿，我就不能让你白来一趟。 况且你又坐到了我的榻上，我这个榻可不是一般人能坐上去的，我给你留个纪念。把头抬起来，那么漂亮的一个姑娘，谁能看清？摆好造型，再来一张。
他不进去。罗逸飞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？失败了，我没脸再活了。那怕什么呀？没事儿。孙教官，没关系，别哭了。这份协议很重要，无论如何要拿到手。卑职明白，我再想其他办法，一定把协议弄到手。尽快去做。是。你不要太自责了，你已经尽力了。逸飞，喝点水吧。教官好，干什么去？我非扒了那个王八蛋的皮。扒谁的皮？还有没有纪律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说什么时候都得讲纪律？何教官，罗逸飞怎么样？不吃不喝的。给我进来。起来。干什么要死要活的？这点羞辱算什么？以后的路还长着呢，你不是平安回来了吗？跟命比，自尊算什么？早就跟你们说过，出门之后不许喝水，不许吃别人东西，离座之后再回来所有东西都得更换。你是该觉得羞辱，以你的成绩，以你的聪明，完不成任务才是羞辱。我恨自己，恨自己太蠢，蠢到家了。何教官，您就别说他了。你别管，骂我两句我心里才舒服点。你这一去不成功，以后还怎么完成任务？对不起。对不起有用吗？何教官，让我去。你干嘛呀？你说过有两份协议，一份在李大山那边，一份在英国人手里。既然现在李大山那边已经失败了，那我就去英国机要处把他给偷回来。钟离，荒唐。钟离，不行，你根本不知道英国机要处的厉害。就是龙潭虎穴，我也要去闯一闯。事情都有万一，万一我运气好呢？万一你回不来怎么办呢？我觉得不会的。钟离呀，你根本不知道厉害二字。英国机要处是什么地方？以你的本事是有去无回呀。你以为我们不想走这条路啊？三年来有四个特工去过英国机要处，只有一个人活着回来。哎，那不是还有一个回来了吗？我遗憾地告诉你，他没有完成任务，被弄断了一条腿，是爬着回来的。好了，别想了，李大山那条路走不通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。还有什么别的办法？李大山这条路堵死了，这边就是铁板一块，别说去偷，就是现在把大门打开让你去拿，我们都找不到那份协议书。主任，求求你们了，我们二组已经是垫底了，要是照这样下去的话，是要派我们到海岛上看监狱的。与其生不如死，不如让我豁出去干一场。主任，我想单独跟你说几句。走，我们先出去。主任，你不是想除掉钟离吗？派他去哪儿，那是无谓的牺牲。
英国机要处一直是咱们情报处的死角，用一个学员的命去赌一把，说不定他能给咱们带回些新的东西，不然的话也不过是省了咱们的手。啊，让他试试吧。是。钟离，这都是以前的特工偷拍回来的照片。你之前去的是英国人的仓库，而在他的旁边这一栋楼才是机要处。从机要处的大门你是肯定进不去的，24小时轮岗，各个角度都有双人把守。以前有特工试过从地下排水管进入，英国人后来改装了管道口，所有的出入口都装有钢筋网，不用炸弹是不可能破坏的。机要处的外墙也是不可能进入的，因为他们为了防范别国特工，设计了玻璃角度都是非常小，而且全部都是高爆玻璃，一点点碎片就能发出非常大的响声，就像警铃一样。那楼顶呢？楼顶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机要室就在顶层。找个身份混进去。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身份进去后都有第二次查证，一旦发现你的身份不对，他们就会在那里立即处置你。